今日12月13日啦，又有新進展啦。琴日嚟都已經起咗呢度噶啦。咁今日咧嗰個 deck 咧就喺度出嚟啦，已經喺呢度唔可以上樓梯啦。又要好凍啊！又要行翻個斜坡。基本上呢度真係好似起多另外一間屋咁啊！屎！上去睇啦，好冻啊，好冻啊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，好啦，停一停先，都唔好入上去。咦，呢度都冇得上喎、啊，真系屙呢吉大辣断我米路，佢断我米路冇得上去啊！呢度有得上去。呢度，不過影下呢間屋快啲賣啦！呢間屋快啲賣嘅話，咁就嗌哥哥買咯。不過佢實賣好貴啦，咁咪可以夜晚我過去食飯，或者佢哋過嚟 barbecue， 咁就好玩啦。咁啊真係搞笑啦！如果呢間啊嚇，如果呢間屋是親是但一個親戚朋友呢，那我們將會可以在這裡整個圍欄一條過來這裡，那這片草地呢就是 unofficially 屬於我們的了。好了，講完廢話，停一停，想辦法上去先。